是2022年的7月23号，我们来参加一个同学的生日趴，他们是包了一个 YMCA 的水上公园的一个时间段，这样可以有小朋友们就是请过来，可以参加他们的生日趴，是包场的活动。Jimbo、Harley 和 Kevin 他们在做这种 water slide。一会儿看能出来吗？这玩是什么活动，金宝？是什么活动啊？哦，金宝，这叫什么活动？这是什么球啊 ？Gargle ball。OK。孩子们多幸福啊，多快乐！真是快乐的童年啊！我们家孩子这么大的时候，可没有那么幸福吧？Ha ha ha!
年的七月二十三号，我们来参加一个同学的生日趴，他们是包了一个 YMCA 的水上公园的一个时间段，这样可以有小朋友们自己取过来，可以参加他们的生日趴，是包场的那种。金斗、哈利和凯文他们在做这种 water slide。一会儿看你出来吗？